加油！加油！还有，我在这儿。我能进来吗？当然可以。挺会享受啊。看你还没回来，我就来泡个澡，放松一下。我今天去了一趟郊区的葡萄园，有点远，回来的路上呢有点堵车。你先泡吧，我出去了啊。哎，别啊！你念故事给我听吧。然后，他接着说。再去看一眼玫瑰花吧，你会明白，你的那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因为呢，我为它浇过水，为它盖过罩子，为它挡过屏风，为它除过毛毛虫。我倾听过它的抱怨和自吹自擂。乃至有时默默相对，因为它是我的玫瑰。徐子泉，嗯，吻我。我前两天去了趟医院。你怎么了？上次露营的时候，我不是胸口感觉不舒服吗？嗯。然后我去检查了一下。医生怎么说呀？嗯，就有两个小的结节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定期复查就行了。嗯。自己去的？我先去了，后来我妹来了。你不信任我？当然我没有不信任你啊，我只是觉得我怕成为你的负担。就像你有不开心的事情，你也不会告诉我。我明白，你是害怕你的负面情绪传给我了。对不起啊，小英。之前呢，我一个人惯了，现在突然要和另一个人一起走进一个相同的世界，我还没完全适应，有点措手不及。我不是不告诉你，只是我怕这些负面情绪跟你说了之后会影响你。毕竟有的时候我，你知道我也是在逃避，不想面对。很多人走不下去是因为他们的心理节奏不太同步。嗯。但我和你在一起，我很爱你，我很珍惜，所以从今以后你的生命里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能分享给我吗？可是如果所有不好的一面都展现给你，你确定你能承受吗？你知道你自己有多好吗？你真的很好，和你的好比起来，那些不好算什么呀？而且如果我只能看到你的好，那又算什么爱情呢？我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啊，你不是也一直在包容我吗？
方方面面，唯一就是你不太信任别人。就像你说你太毒了，但是你可以信任我吗？就像小狐狸说的哈，你纽带啊，对呀。这秋天到了，提前带你贴贴秋膘。啥？你怎么不好好吃饭了？你瞅瞅你最近，啊，一门心思想着工作，瞅瞅你瘦的。真吃起来胖了，你也该嫌弃我了。一顿两顿，你胖什么胖？哎，你知道你平时评价食物的样子特别装吗？有吗？那我模仿给你看看。好啊。首先，这位先生，看到我们这桌，映入眼帘的这一道宁波著名美食。18斩把一只螃蟹哒哒哒哒哒斩成18下，你看，斩出来就跟一般的蟹完全不一样，就像一朵花绽放在你的面前。接下来是这样一道酱鸭，品尝一下它的味道。amazing， 入口即化。这个卤汁一定是这家厨师的祖传秘籍，然后用高火烹饪，然后肯定是长达一个月的门。是不是听不下去了？我告诉你，平时就是那个样子的。然后就是这个鸭。你有镜子吗？我觉得你还是看一下比较好。别玩这个。我没玩这个。等会儿一看就说没有看过你这么漂亮的女孩。我是没看，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漂亮，我快变身了都，你快看看吧。你要是敢整我，弄死你。